啊，咱即马看到即个170页，170页，咱头前讲过是讲未因为个人的一分消灭，就是消灭业色精气，啊，清净即个个啊，清净即阿赖耶识变成如来藏，所以来因果来影响整个世界拢总消灭安尼。顶一点钟是给讲安尼。啊，咱们下面有一个比如，讲一些，比如讲一间厝内底人，间厝内底，比如讲有一千帕的电火、电灯，但是一帕灯已经灭了，但是其他的灯还佫照样烧香得着，有那是光亮辉煌，伊嘛是个道啊，袂当讲你一帕。花去，啊！全国这个色来得人都拢花拢花了了，安怎样吼？你的花去，别人也去倒安尼，这是一种因素哈。因素的话，所以今仔日讲，这个头前这段有先结讲含本论吼，有某几种的差别。但是这个《涅槃经论》的见解，主要像经典所讲的，如来现。见无三界，不如三界所见。啊，不如三界所见。即个即句我来甲解者，讲佛陀皆看三界是空性，是空啦吼。啊，当然呢，即、这个无亲像众生皆看三界是有安尼。我甲解释安尼，啊，有通无通，较去研究哈。我甲想啊，因为咱这众生看三界内底是有诶。啊，佛陀看三界是缘起空的，吼、哦，我即马甲解释安尼哈。所以，譬如讲对象是共，不过众生，譬如讲咱今仔已经灭啦，咱会当主宰。众生未灭的中间，当然众生未当主宰呢。譬如讲，我讲一句实在吼，今仔日咱国人的这个心境应该是无啥像，那是费事去甲争取。哦，曾祖因太太往生，啊，费事去甲伊看，曾祖爹去弄，阿明囝爹去弄面汤，去唱山歌，费事来甲讲，难道恁夫妻无感情吗？是安怎样？你拢无半点的忧伤，也无看恁囝去靠妈妈已经死啊。那么曾祖就甲费事讲，讲你讲对啊，唔对，是阮太太爱靠我。我太太即马唔免接钞的啊，因为翁阿某是太太接钞的，庄主款寄出去卖嘛，安尼计连阿妈也过日啦。即马我太太唔免接钞的啊，啊我着搁家己接钞的，搁家己来买口饭通食啊。应该唔是我太太，我爱靠我太太，是我太太爱靠我。安尼两种人的境界不同，安尼就是经济已经变，啊甲不变。安尼代表想看卖啊哈，所以修行人有境界无境界，安尼来甲看嘛，加减知影。哦，即马即个是讲安尼哈，所以即马即个谈到即句话哈，众生不得自在，佛已经得自在；众生无清净，但是佛已经得到清净。注意，你若有修行。有实际路，实缘起本空，一切皆是因果假现现。所以我咧讲哦，得失是非，拢总自在。你今仔日啊，无透视过缘起本空，一切皆是因果命运。我甲你讲，时机到，时间到，普现。我咧讲，你绝对自在。安尼念嘛，多差别，这个境界多差别安尼。啊，你今仔一定问法，都直直问，直直精进，直直问，直直精进了。你这境界唔该追准出来，哦，安了解无？所以内底他去讲安尼啊，强上的气世间，啊，未当讲伊灭，因为众生非常多，啊，当也普现，所以只可说世界，咱家己本身吼，看世间是净化。那么这个强上气世间是污染物质，但是咱看是净化，啊、哦。比如讲，进来底咱家己净化，净化就是变算，咱含这个六尘经上来底都无牵定，无牵定啊。
哦，搁再讲，亲像修止观而得到成就，即、這个叫做如客书。即、這个如客书，伊对有每一样物件，会当随心中种种不同的性格安尼。安尼。那么，即句如客书是啥物意思？好、哦，咱即马来甲看哈。咱即马来甲看，写伫乌邦遮，我是讲，照即个如客论内底，如客书第论内底，客书即个水准，如客书，即马用如客讲安尼。用如客讲，这个是写在《如客书》第论内第28卷内底面，用温和如客，一者信，二者欲，三者精进，四者方便啊。这个信是信啥？信佛机，信佛陀的佛机啦哈，这个叫做信。但是当然，咱今仔爱信佛，但是你有信，绝对袂使讲我有啊，我有去信啊。啊！我即马就看你有兴趣无？即马即点话，所以即个药叫做兴趣，二者药，药你甲写兴趣。好、哦，有啊，我有信啊，福气我有信啊。但是我咧讲，即、這个信有诶是疑信，毋是讲伊阵正信无哦。好、哦、啊，但是药就是兴趣，啊，但是兴趣了后呢，爱精进。精进，譬如讲，我相信佛的话，我兴趣，啊，那么我就好好精进。但这个精进吼，三不顶精进啊。我根本吼都，要安怎讲，都无有缘，较加减啊行，无缘就算啦。安尼袂使叫做精进啊。大多数拢懈怠，懈怠怎样吼？懈怠，足侪拢安尼。啊，要安怎讲？人照福建计讲，唔着讲四十年来有人去讲经爱来听嘛吼。即、這个受过菩萨戒的人，难道这四十年来的人，敢无菩萨戒嘛？敢干那咱即几啊尔？因都有啊，有读到啊，但是伊敢要惊无爱啊？这四十年来敢无出家人？伊敢唔知咱遮是结讲大乘嘛？这有精进无？我的弟子有人嘛无计精进啊，所以即马着看个人啊。即个如客书，伊着种兴趣了，搁精进啊。但是精进将来较行方便哦，你知无？即个行方便，即个行方便，就是包括下面还要讲个呢，颠转调化自由境啊。吼，即叫做如客艺术啦吼。但是现在再讲，如客者，第一受持，第二脱相。所以这个都含一般，咱只在讲哦，受脱相、受持、为说正法安尼。这都要在讲两项。但这个如客第一受持，第二脱相。那么第三叫做文论。这个文论哦，就是一味深着。哦，还是讲含人论说，含人论语，看个人所了解是了解偌济，别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到底，伊看法甲我的看法有共无？这个叫做文论，大家讨论。好、哦，那么第三就是一定要决定，比如讲今仔日文书修应该安怎修，一定要有一个决定。好、哦，啊，你决定了后呢，当然你要进修加行啊。这点是处事，好、哦，决定讲我今仔日要学法是要学什么法，我的方针目标要了伫对一只，这个叫做决定嘛。哦，当然咱爱要学法的进程是这听好，大家拢对啊。咱到尾怎讲，一个唔对，一个对安尼。啊，这个是小乘，这个大乘嘛。啊，这是人天法，啊，即嘛你得爱决定，你应该行什么路？哎，决定行什么路了，你爱进修啊。因为正修甲加强功行嘛，即如客就是这种个水准啊呢。啊，那安尼来甲讲，出家师那是无安尼嘞，就袂使叫做如客。啊，那在家从真正安尼努力嘞，因为在家从个优婆塞、优婆夷、佛陀有心甲尊称善男子、善女人嘛，即个一定要有这水准。无简单就会当叫善男子、善女人嘛。弥勒菩萨文化。佛陀教讲善男子，
文殊师利请法，佛陀甲讲善男子，娑婆提请法，伊甲讲善男子，对吼，啊，你若是无相当水准，哪会使叫做善男子？要注意哦，修出来佛陀伫咱边仔去甲咱看，谈到要念一句话无？谈到迄个佛陀与我们同在，你听看过吗？哈，佛陀变伊虽然是。吼、哦，含世间的，因为应世间法事涅槃嘛，其实法身常常在啊，常相在，伫你的身边，对不对？这个我写的这个歌词 不会错啦。迄条歌有水准，你无恁家己个人去看哈。爱条感叹佛法凋零，凋价乌鸦飞，我能讲现在佛法的负面，你们看看是不是真的？那条你若唱好入心入，你若要考我书哩，对不对？哦，啊，搁一条迄个金口英雄一条，无法度啊！我们岁月不在啊，生命下面哦，足紧就变了嘛。唯有未来生生世世在现在人间立功立德立言。你看我表示安尼，迄种普遍地挂出来嘛，哦，这属性要表示我心愿嘛。这个国土虽然是娑婆世界，我都恶世，但是不心安养，有一句无心善安养，安养就落国。我无心善安养，哦，唯有娑婆世界生生再来，哦。所以我现在跟诸位讲，你有哪爱入，虽然入菩萨馆一定要有大乘的精神建立起来，你若不建立不行啊，那就不是说凊彩入一个馆就准备好了，你要建立起来，哦，你现在那关，你要回忆，哦，要回忆一下，现在来决定，要加强修行，现在来如客书，现在来再注意如客书，这如客书的三性行者，伊是包括三性，当然有包括二性甲大性嘛吼。好、哦，即马来吼，这个三性则由文殊修定处地实行。比如讲，我今仔听行变哪样建立，我今仔想，我行变哪建立，我修行变哪建立。因为这个行就是哎有建立德行呢。无建立德行，你就是二性，你嘛未圆满解脱。啊，大性你若无建立德行，看你将来要度什么人？因为当前是一种言说教，叫做言教，一种叫做德教呢。啊，言教嘛，啊，甲种叫做德化，还是讲德教，用道德来化度啊。你今仔日你若讲心性不相应吼，我甲你讲，信仰连咩都袂掉，都无人要甲你信啊！你今仔绝对爱心有够遐，行有哪会够遐？今仔日我叫恁大家卖去净土，当这个娑婆世界修行，我敷衍予恁看。所以最近电视的尾也有敷衍，对不对？有敷衍什么两句话？恁会去接袂？不输净土之乐，对吼？有看到无？吼、哦？迄不输净何输净土之乐啦？第二句啦，啊，第一句咧？吼、哦，度众生为极殊，不输净土之乐，安、啊、对不对？你们有看过没有？有吗？我不是说叫你们大家说老大这个世界大众生我要跑啦，你知道吗？我就表扬你看，我心愿既然这样、哦、我若会说叫你们参加将来成就未来或参加世界成就，我也是这样做给你们看，我的心就是这样，所以我表扬这样嘛、哦、大众生为极殊，何须净土之乐？
所以这点代志一定我表现我个人嘛。我虽然有安尼，甲注意安尼讲安尼讲，但是我家己嘛爱做好出来。啊，当然我是毋是达到一个有水准的这个性质，是一个凡夫精。我想尽量求得个人迄个个零缺点。哦，啊，咱做嘛是爱安尼啊，哈、哦。所以进来底较讲，一定爱随分处地修习的这个行。如是如客，随分满足。伊若有精进去，伊就满足；精进就满足，精进。佮再来对世间，伊处处拢满足，有偌济伊拢满足。哦，佮再来哦，佮再来会当颠转调化诸有情，哦，就是安尼法轮相转来调伽众生，何以观在一法？所以内底有一句个点点滴滴菩萨力嘛，对吼、哦？有一句即、這个，一点一滴，一言一言一句一句，拢总是要牵引出成就菩萨的这条力。吼、哦，现在这都安尼写，诸位恁会当看我的歌词，看出我的心境，看出我的精神，恁都看到知影说爱回忆。啊，安怎样吼？所以即马真内底吼，成就如客书，伊对每一物，对有每一物，就讲对有每一张长代志甲每一物件，拢会当随心中种种无同的性格哦。所以即个就是啥？举一反三啦，一项一句话，伊就会当甲用书性，而且个心境去甲解说。这个叫做每一人拢会当性格，所以这个，譬如讲有个人观想金质还是白骨，种种所见的有差别上，这个叫做白骨观内底所想的所讲的，机关学内底讲的哈。所以这么来哈，这个差别上拢总会当成立，所以如客的意义叫做相应，相应到这个道业，有道相应。你看看这几行，这几段发起就知影啦。啊，所以咱即马修你文化，他较早是唔捌啦，唔嘛即马直直听，直直捌，直直听直捌。咱即马心境都一定爱复回咱即个如来空理，直直听就直知影。啊，但是下一节要复回如来的思想，一定爱先，一定爱先断乱啦。对即个个所知障，啊加即个个贪嗔痴，安尼叫做相应。就是等于断息，开当精进。吼、哦，啊，你唔能讲今仔日有啊，有去听啊。啊，但是对世间法，就是一味贪着落啊，这样不对啊。吼、哦，啊，我你讲，我这么个一个问题，讲切因阻碍吼，你个人放爱放。我跟你讲真正，我你讲，你唔能讲今仔日讲啊，我得去想个家庭过死死啊。哦，啊太太的话你就去听，啊佛法的话你就唔听，啊先生话要听，佛法唔听，啊你是不是要用拖累死？我跟你讲怎，你家庭政治爱政治，啊但是世间法哦，小可放咧，直直放，直直放，放到因下当自立。哦，你可能做老爸嘛是爱阻碍啊，好啊阻碍啊，你爱天伦之乐啊，爱阻碍啊，但是你阻碍是阻碍真啊，阻碍假啊。我问您啊，你是不是有本事叫你的某仔，还是讲叫你的太太、囝儿，真真正正来入法，通过来解脱呢？还是你讲用这个世间的这个情感，伫个所在伫个盘乱？啊，你说不是要跳爱河吗？吼、哦，恁家己爱想啊，想讲我如何离开的这个爱欲的这个问题啊，从这个世间来爱放啊？你无无安尼突破袂使啊！这事实的代志啊，一定要突破啊！安尼较对，啊！你个七修八修，佮贪着世间的这思想啦、金钱啦、爱色啦，佮甲你白条条。啊！你遇到师傅，你都不如，含遇到佮无遇到差较偌济，对不对呢？吼、哦！爱说说，一定知影偌济，啊！就真正的提升佮本来咱个别的水准出来安排使。啊，家己的人就尽量借来听啊，敢着讲一定爱一个人顾厝吗？啊，着爱顾海囝吗？
好吧？这个真真正正，互恁内底当，莫讲当修了，都无去修，那啥叫做当修？吼、哦，互伊真正来听，互伊解放到这个心境，互伊断烦恼，互伊断掉这个贪爱、贞洁爱色，啊，唔较救会着，啊，你甲放倒厝内，你家己来，啊嘛无对呢。啊，你着真侪关心啦、啊，囡仔袂有滴，囡仔有滴嘞，无顾袂使啦，啥货啦？心境显露出来，护法去甲你顾，安、啊、听好无？护法护护做菩萨去甲你转，安尼比较较正常。啊，你尽量爱甲带出来，带出来听。啊，那囡仔拄好有放假日来，咱来函授结一个缘，来加减嘛来听，难道不好吗？吼、哦，好、哦、爱注意哈。所以这个应该是有水准的人诶。心境绝对有差异，啊！若无水准的人，都含凡夫俗子，并无甚物差别，比较好哈。我内底看有几对吼，拢、哦、总有出来去听，啊嘛看到有诶偶然有出来，啊偶然没有出来的，吼、哦，即恁家己去调理啦，我呢甲恁鼓励，啊恁家己去调理，吼、哦、来，即嘛下面，吼、哦，初中以上。难断难骗的，应知明强结。搁再来，如客者心圆，有外上大国，精者虽不灭，而无中见精。有清净佛土，见有佛见清净。即马搁再看，即句难断甲难骗的吼。啊！甲即句叫做“应知明强结”，即嘛即个下面要解说，强结就是一切众生共同的结束所起的共相。什么结束？就是烦恼。烦恼就是咱的结，啊，啥叫做结束？结会甲咱绑咧，互咱未解脱，叫做结束。啊，即嘛即句是安尼哈。那么这个个人的代志，当然是容易解决。我跟你讲，虽然安尼讲，合法的人较容易解决，但是合法的人无一定样解决，无一定愿意解决。我讲你们听好不？无一定愿意解决，无一定伊有本事通解决。吼、哦，个人的代志哦，因为这是有时阵业力所牵的吼，你真正无能解决。哦，你有啦，你有心啦，啊，师姐啊，咱领做来，继续一礼拜一讲来听，对方无一定要来，这是事实的。啊，种师兄，咱领做来好无？啊，就来做八关斋好无？我咧讲，伊无一定要接受，啊，你爱努力，晓无？我就跟你讲，爱屋及乌，我听你，有哪听你一家口的人，即句话就安尼对不对？所以我爱鼓励恁内地人拢出来听经，内地人拢出来八关斋戒，把一个拢自己的真忠实的这个弥勒弟子，到有一天受教接引安尼。啊，但是当然无一定会，但是恁个人最亲近的人，你爱甲多起来。最亲近就是啥？要讲是爸母啦，还是讲家己的太太先生嘛？吼，囝子。啊，若佫较无亲近，就再兄弟姊妹啊嘛。因为个人一人一家去啊。啊，爸母是共同的，啊，家己的某囝、家己的先生太太呢，哦，这种爱最亲近啦，爱尽量，哦，这个是安尼哈。所以个人的都代志，个人解决，我袂当替恁解决，我会当甲你引导恁安怎解决安尼尔。哦，佛经嘛是引导咱安尼尔哈，所以有关大众的代志就真歹解决啦。哦，不过家庭家己要解决，可能较容易。啊，若要解决这个国土吼，这个、叫做大众事。所以这个讲共相叫做难断难骗的，安尼。难骗的就讲个人的业性，咱唔知，安怎样吼？难断要甲因断业性，要叫因精进合法，无法度；要叫因断烦恼，也无法度。因为众生的这个业性生起来，都无一定受相。不过有那是看缘加有缘加无缘，哈、哦。所以这个是未当普遍知啦，哈。所以修如客者，哈，就是讲也只能做到，虽，
啊，随观共相。比如讲，伊会当观到这个世间的这个众生的这个共相啊。啊，唔过呢，心有各人无同的这个意见。比如讲，我今日个，我今日是个学儒客，将来这是安尼哦。书今日含在是应该有相应，哦，啊，做一个儒客书应该是有那有相应。来，按照这个法义啊，修持、读诵、闻论、决定、正修、加行，应该是有那相对在这个进度。搁再讲做儒客书，哦，三正行则由文书修定处地修实行，如是如客随分满足，颠转调化自由证。安尼应该是差不多，师父有哪有消分，无转分有哪有消分？好、哦，但是什么这个问题讲，哈、哦，实际上如客师哈，伊、哦、当然含众生，哈、哦，有无同的见解？卖讲如客师有无同见解，就咱今仔日作为虽然记在学生的位，但咱应该有读过这内容。应该爱有无同的境界，甲无同的心性，安尼较对。你若讲今仔日拢总含凡夫俗子吼，一点一滴拢总无差别，啊无采讲师甲你教，对事实的代志哈，就是安尼哦。所以这个有无共相是非，吼、哦、共相是非有情所了的这个外相，吼、哦。那么这个世界无边。这个是非常广大啊，所以这句话叫做难辨真假，非常广大，所以呢，未当解断灭。众生无量，这是未当解众生断灭，解众生断灭，佛陀都做出来。所以佛陀三不灵啊，未当真三界，未当度无缘嘛，哈，啊个未当灭解众生灭定业嘛，这佛陀无困难哦，因为众生定业家己去灭。啊，无缘的人要接到佛陀嘛，不可能。啊，三界众生无量无数，变哪真，所以这佛陀本来都无法度。所以咱今仔甲讲，有哪袂当为广大众生断灭？所以出世的清净者，好、哦，这个就是有水准的人，比如讲二生、正数个的，还是讲大这个个辟支分，吼、哦，这些人啦哈、哦，这得修清净的人，真正达到清净啊。啊、哦，清净者虽然未当注重这个广大共这个世界灭掉，噶灭掉都无一个讲一劫一劫安尼的众生成住坏空，成住坏空，那有可能？每一个人的劫数拢充满虚空啊！啊，你哪可能去灭？伊哪唔灭？你无可能噶灭你，那有可能？就是你家己的囝，你嘛无法当噶灭，得伊你家教育，互伊家己自修，去灭尽烦恼安尼。慢慢的去调教，啊，鼓励伊听经文法，鼓励伊拜佛忏悔，好、哦，安尼来伊得家己得消毒，这个安乐，而且在众生，众生消灭了，当然伊得无这个生死轮回，好、哦，就安尼念嘛。啊，但是如果你个教伊得言报，伊原来唔听嘛是没有办法，啊，做好先种一个三宝因。这点您要注意，这点是叫为先皈依一下。伊要信唔信拢不要紧，叫先皈依。吼、哦，把这啦两化三会会顾掉，啊顾掉来，这代志就好解决啦。叫先皈依。为什么叫先皈依？因为这菩萨出台经都给讲，这个第一回有五戒的人爱参加，第二回皈依的人爱参加，有因缘的参加掉。第三回对念迄个南无佛的人，念诸佛的，即种会当付第三回。安尼你怎么现时恁会当做，这代志一定要做出来，未使就无做。安尼就救你的众生会对吗？哦，即点要注意哈、哦。但是呢，共相中见的，唔是不堪，煞唔是迄个不堪畏作的世界嘛？哦。这句话啦哈，令把广大的穷极世界灭掉，哈、哦、是虽未当将这个广大的这个穷极的世界共同烦恼所创造业识不缘的这个世界灭掉，但是以无穷相中，
所看到的，咱即马来哈，伫共享当中咧，煞毋是迄个不堪秽浊的世界，而是不留污染的清净世界。你家己本身的即个叫做结束吼，即个物件你若当，你今仔日毋是甲即个秽浊世界，但是你家己是在即个秽浊世界中，你居在不秽浊的清净世界啊，安尼，吼。我做恶事，而即个恶俗世界，咱拢伫遮，这是无毋对。毋过，咱的本身并无污染，所以咱的世界比清净世界。所以，你敢知你的身躯一个小天地，一个小世界，有无？你想有无？对，因为你有虚空的实体如来，对不对？你的内是有三界的境界，安尼算不是你的身躯是一个小天地，甲一个小世界嘛？唔过你今仔虽然有海物件哦，可惜咧，你无含一般凡夫小将。我讲听无？虽然我伫即个五浊恶世，唔过你的心境已经无伫五浊恶世，所以你看五浊恶世是一个清净国土啊。好、哦，即马即句是安尼啦吼，所以心境，吼、哦，当然国土都净。啊，国土净就是你自身世界净啊，自身的世界吼、哦。即句会使讲自身的小世界吼、哦。这个世间是五浊恶世嘛，是充满烦恼、充满劫障，对吼、哦？但是你今仔日你修出来都无同啊。安尼就是你家己的国土清净，就是你的小世界内底。第一，你的心无贪嗔痴；第二，你的嘴未恶口、忌语、妄言、妄想；第三，你的身躯无杀盗淫。你的世界和别人的世界无同，对不对？你有内底有如来藏咧，虚空中有如来实体，不过你的身躯嘛有如来藏，如来的实体光明啊。所以你的世界和一般的没有异。都两样啦，啊！你今日如果若无修，你含世间的这个五浊恶世，算是拢讲相像。哦，即句是讲安，所以叫做心净即国土净，就是你自身的小世界都清净。下边你家己想，别人去作孽，你也袂啊啦；别人去贪嗔痴，你另外一种的心境啊，袂啊。啊！你今日若去贪嗔痴啦吼，啊，搁在恶口起妄言妄想。或者是讲你个有杀盗淫，那么你就个人要承受后来的业报。拄含着五浊恶世，搁在感应，搁在受五浊恶世，或者业力所绑，即个对强相搁在普现。啊，你个人白相搁普现六根，来受苦报嘛？啊，你无小心算，但我无小心算，是不？好，安怎样吼？我今来对他讲个吼。心净自然国土净，这个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清净佛土，哈、哦，当然到初地以上的菩萨，啊、哦，所以会记着啦。清净到初地以上的菩萨，算是达到一切法无生嘛？是不是？哦，这水准就安尼嘛，一切法无生也无别了嘛。因为正无生法界嘛，个稳固。所以也可以到得到的这个清净的消分嘛。啊，消分当然你第二、第三、二、第三的去里头，达到万分的这个境界嘛。啊，所以这个所在叫讲由分，甲见到清净，这个是究竟哈。但是这个佛的究竟清净，佛住的清净国土，并不是另外一个世界哈。所以唔敢讲佛道的国土是偏虚空界嘛，虚空中每一个国土嘛拢佛的世界，有无？过去捌甲人讲安尼嘛吼，佛道并无离开咱啦，佛道并无离开世界啊。这个华严的实体，这个莲华藏国土，并无唔是另外一个国土啊，是伫大千世界内底的啦。有甲恁讲过无？有啊，所以真内底讲，并唔是一定到另外一个，所以《法华经》中讲。讲佛住出土的灵山，虽然结会当然出土不坏，佛土不坏。那么这地就是如来受良品，在那
讲出来。哦，我即马即块文读互恁听。即块文啊，伊写即块是写几句啊尔，吼、哦。不过几句就代表啊。我甲你讲哦，若是真正你的心有中哦，定定有烦恼，我甲你讲，但即个所在你都带袂掉。那带会掉，你就想要出去啊，来啊来啊，好、啊、都过去都足济啊嘛，无法度哈，接过来一年。好、啊，而且我要甲恁讲一句诶，这个心，这个个如来受量品中的第十人哈，现在只是讲安尼。伊计讲佛陀伫无量的阿僧祇劫，拢总住伫灵鹫山。灵鹫山就是伊个住处安尼。啊，在这灵鹫山到底在讲？伊讲众生看到这个劫火烧尽这个世界，吼、哦、大火所烧，唔过我灵鹫山的国土拢安稳，也无感觉啥。哈、哦，但是呢，天人拢上充满，三界诸天，譬如讲无色界卖管哩，无色界迄个就入到这个唯识定嘛。就是色界的诸众生甲欲界，拢伫灵山底下集会，皆听佛陀讲经。就是世间已经劫火已经烧了啊，迄、那个所在并无定达着。吼、哦，佮再讲哦，园林诸东阁，迄内底有真好势，即个森林、花园、动物拢有，佮有真济迄个殿堂。吼、哦，东阁有种种宝的庄严。佮再讲哦，有宝树甲花果。宝树甲花果听好无？哈、哦，搁再来众生欢喜，伫迄个所在快乐。但是呢，伊讲诸天拢伫遐极天国，极天国听好无？伫遐欢喜啊！即个结婚结烧遐无安怎啊？哈、哦，极天国上足种几个，搁伫遐写歌，啊个唱歌，好、哦，即个叫做伫迄个所在上。上足种几个各种的歌，各种的正常的这个梵音，不是拢普贤天人底下快乐安尼，含佛陀底下同乐。搁再讲，搁落着曼陀罗花，散佛及大众。搁因伫咧灵山回来，这里大家同住一堂，搁上天，搁在天路，搁在散花，散什么花？散曼陀罗花。啊、哦，所以我的净土并无毁掉啊。哦，所以。而众见修尽，比如讲咱这众生去看，哎呀，大地变化啦，吼、哦，有水劫啦、风劫啦、火劫啦，啊，有这个恐怖的烦恼。唔过我，迄、那个所在是充满快乐。啊，即摆咱个想哦，迄、那个所在有哪个个？所以我即摆唔是讲看到遮，我卡落去做音乐个，听好无？因为咱这音乐有警示作用。在这个八九年前，我就写一条牧羊，四五牧羊调，写的家众先解释了。所以这个在当时咱这个古代吼，六经就一本叫做六经，六经写出来名书，就是会当净化大地啊。所以现在开始写一本解释功德经，慢慢慢慢慢，就有这个兴趣出来。哦，兴趣在当然一方面是要教育众生，啊，让众生文化、智慧，用音乐来去结伴起来吼，让众生去唱，让伊去感想。啊，一方面就是要经过今仔日这个已经佛法啦，让众生会惊吓。吼、哦，这个都含这个应该是有一点仔类似。啊，所以咱即马来要文化的现象，咱即马所谓讲等。拢先唱一个歌，应该是无歹啦哈，在我想是无歹，啊可能会阁继续做安尼，啊可能恁个学会对书对袂着，安怎吼？啊恁家己想一定爱回忆，书这个心境，啊甲要教众生开些以上，其中有一条叫做因果，善恶报应如影随形，哈、哦，恶业恶果真自然，今仔讲唱第一条，无哈？迄条就对世间的种经过，这嘛是种的教育啊。好、哦，啊，你甲想讲，这段所讲的，就讲佛陀伊伫基地灵山林吼，
因在众人伫迄个所在去烦恼，毋过咱世间是结会结少，去痛苦万分。因个所在，迄灵山会上哦，迄个所在并无甚物物件，因为迄个是一个清净的道场，就是佛尊本尊内底会报身父底下去教育。哦，咱来当代表，我看有真好甲对。哦，安怎样？可能若无最初，若袂当入去遐，听佛陀伫灵山会中快乐甲教育。哦，这段就是讲安尼嘛。啊，所以我即马跟你讲一句实在，人间都有各种的不幸啦、不平啦。不过咱是忧伤避免，可是有那伤咱袂着，合解有那伤咱袂着。所以世间的这个强业普现，含咱变成一种白相的白业啊嘛。共生就变共业啊！哦，共生共同迄种个经济，它普现九二共同四季个安尼嘛。哦，譬如讲迄个目镜了，安怎样死？迄种内底就较侪人起，迄个叫做共业产生共生，即个问题伫呢。所以咱即卖修行，世间有困境，咱嘛袂困境，就是真啊困境，咱嘛持续个快乐。哦，即个应该是心境普现出来。哦，所以真内底这段是应该安尼讲，这个是伫这个个，他们读一段就是伫《如来受量品》第十六，啊、哦，真内底哩，安怎样吼？林静啊，有读到就知影，哈、哦，所以这是蔡祖迄个嘛。即马佫再来甲看哈，佛有别相，对前所应种种性改。种种所见皆得成立，诸如客书有一物，种种性皆各不同。种种所见皆得成，故知所处为有色，处若无者，诸起世间有情世间，好、哦、有情世间生起差别，应不得成。那么即相。在规业中是无啦哈，原规迄个时阵所翻译是无这段，不过世亲嘛无解说安尼，哈、哦。可是既然是别相嘛哈、哦，就是另外的别一个别相，但是应该是上两相，而另外是上本安尼，就是头前去两相中间另外一个上本，所以本业啦哈。哦又把它综合起来呢。那么，把它综合起来了，这个上中有成立所处的唯有色的道理，就是讲经内底计讲唯色道理安尼。唯色的道理，所以唯心所现的这个思想哦，思想可以有哪会当看到就是啦。因为咱甲咱讲，吼、哦，唯色所现甲唯心所现，这个有哪搁再一个了解一下啊。哦万法为心，甲万法为性吼。就讲，所以这两句讲为心甲为性的道理吼，伫个所在有相通安尼吼。这个万法为心，当然是这个做清净如来中的一种功体、功能体，哦，这是讲安尼。不过，如果你内底那是无正气的妄白哦，就讲无在业性，无在业性啦，哈、哦。在业性是啥呢？就是共相甲别相，诶，主体相分。如果你今仔日那无这个共相的主体相分，甲别相的主体相分，所以我咧讲，这个万法唯识就无物件通变。我讲听好无？因为你都无业正气啊，要甲你变啥？所以无业正气就无六道轮回。即嘛即句就安尼，但是有业识正气哦，唔是干那正气，一定爱这个空性内底，这个清净，这个叫做万法唯心。这个清净体内底，这个做主体功能，我有甲人讲过，譬如讲这个正气会布个，唔过你甲收大土也袂布个，你甲放伫土下会布个，
所以这个如来藏就是这个上品普贤六道经甲六道这个正报依报，就是这个做主体。哦，所以这个是清净色，但是有功能，这个功能咱无当看。但是功能无当看，你看迄个相去变就知影。哦，所以这个就是有两句名相叫做万法唯心，就即个指这个万法唯识，就指这个境界。譬如讲，你今仔有地觉因啊、鬼性、鬼道因啊、畜生因，伊即马就甲你变畜生出来，就是即个主体功能甲你变出来，所以甲叫做万法唯心安尼。安怎吼？啊，你若无正气，就变无物件。魔术师计变，鬼性鬼拢创物件。魔术师要变，伊若无创物件，就变袂来。所以迄个是用即个幻想变出来的。你内底若是无物件，即个主体功能要甲你变无？所以由这个相分的境界到变化相分，吼、哦，这个不是刚才讲过吼、哦。比如连开跟讲，比如机智，吼、哦，如来中比如机智去变物件，吼、哦，进来在讲安尼哈。所以进来在讲，吼、哦，所处的唯有识的道理嘛，吼、哦，会变出是安尼。所以唯心所现的思想，这个所在差不多有看到一挂，但是其他的这个义如文。哦，亲像文章头前这段文会当知，所以这个就是结文。如上所说的共相，譬如讲头前所说的这个共相正气正，啊，甲不共相正的差别，那无啦。哦，差别上那是无。哦，有差别的话，即马差别上如果那无差别上啊，就讲共相有不共相。这个绝对有文字的差别，甲事实的差别。如果那是无气世间甲幽静世间，所准混淆去啊。安尼变哪讲？因为这个幽静的世间是活动，气世间是无活动。啊，那如果那无一个无同的性质的话，所准唔知要，这个是要变做啥？说石头会行？安、啊、听好无？说石头变会行呢？石头说变幽静。啊！那人煞变死叉头，啊煞变混了去。起码这段是安尼哈。所以共相就是归共相，不共相归不共相。所以有两种的境界，安、啊、了解吼。所以因生起种种的差别上，这个那是讲无这个共相，甲这个不共相哦，所生起的这个差别上，安尼煞袂当成立。吼、哦，所以共相归共相，不共相归不共相，安尼才能成立。这段话大概讲安尼，好，弥勒尊好，好，好。